嗨，各位好，我是士林机械行销副总 David，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 Ripro One 高效撕碎整合型回收造粒机。因应全球市场对于磨料袋以及结构强韧袋料的回收需求日益增加， Polystar 开发出具备创新价值与经济效益的高效撕碎整合型回收造粒机。本回收造粒机将原本独立的撕碎单元完美整合于一体，并搭载智慧型进料节能控制技术与主从螺杆连锁驱动技术，以确保进料的稳定性与最适化，并优化其生产效能。同时透过撕碎单元独立的柔和进链整合撕碎特性，可大幅降低回收颗粒的降解程度，提高回用比例达 90% 以上，为落实环境保护与实现绿能减碳科技做出具体贡献。Polystar 机台外形采用北欧简约工业风格设计，运用黑白灰简约三色，搭配流畅温润的线条，来诠释精致高效的机台输出性能。钣金散热结构采用独特的涡轮叶片造型，导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散热流向更加均匀，有效提升散热效能与减少运流产生。本机台的排气系统结合独特设计的逸风式真空泵补，能将废气融合进水，导入污泥过滤器回收处理后再次循环使用，降低废气排放对于环境造成的冲击，也为环境保护散尽一份心力。接力系统为回收造粒机的核心单元，运用创新数位化程式逻辑演算技术，内砍节能变频驱动模组，成功开发出发明专利全自动化切粒系统，借由切粒刀随着磨头压力自动调变速度控制与校正系数补偿技术，可生产出尺寸均一与品质优良的再生颗粒。本撕碎整合型回收造粒机的设计诉求主要以处理结构扎实紧密的工业性塑废料为主，目前已获得欧洲、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客户高度的回购率，并荣获2022年台湾精品奖的肯定。想对于本机台了解更多细节吗？欢迎您与 Polystar 进一步联系。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点击这边来获得更多资讯，也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以免错过最新消息。